随着食物知情权的苏醒，越来越多人透过影片为动物发声，一部用着更平等更客观的视角记录着地球上生灵的纪录片 Earthlings 地球公民，于2003年在美国上映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。该片系统且全面地揭露了当今人类是如何在宠物、食物、衣着、娱乐及实验上剥削利用动物的纪录片。本片的名字 Earthlings 地球公民指的是地球上一切居民。片中指出，人类并不是这个星球上的唯一物种，成千上百万的其他生物和人类一样，共同演化，共同生活在这星球上。作为地球公民，彼此之间没有性别歧视、种族歧视和物种歧视。 Earthlings 荣获圣地牙哥电影节最佳纪录片、波士顿国际电影节独立制片电影最佳内容奖、艺术行动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等奖项，意味着真相和勇气正改变这个世代对于生命的价值观。回顾过往，种族主义、性别歧视等落后的封建思想逐一觉醒，如今还有一项与地球生命最息息相关的物种平权。正因为人类的自私、贪婪，动物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，在地球生态物种面临崩解的边缘，需要更多人一起看见、觉醒并力行改变，重新审视人与动物和自然的关系，以及相互尊重、共生共荣的可能性。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，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，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。